好啦，嚟啦，首先呢只鞋咧係一個直踭嚟嘅。嗱，呢種叫直踭，嗱平時嗰啲我哋叫酒杯踭啦。直踭咧，我如果出過的話，我出過只叫做吳玫瑰系列。如果識得我耐嘅就會知，吳玫瑰系列有75mm 嘅直踭嚟嘅。但係呢只咧改矮咗 ，OK， 55mm 嘅直踭，然後用翻個面料包翻個踭 ，OK， 面料包踭。好啦，原用照舊嘅啦，都係硬到打落去張台爛，我個中底板都未爛嘅中底板 ，OK， 意大利中底板 ，OK。硬框框噶啦，咁好啦，有新朋友喺度咧，我都要講一講，究竟乜嘢叫做意大利中底板？舊嘅朋友聽多一次 ，OK？ 嗱，呢一塊叫中底板，當如果你薄咗上個踭嘅時候，嗱，中底板呢度我哋會開個窿啦，開個窿藏翻個踭個卡位落去，好啦，藏咗之後咧，呢度會有螺絲釘將佢打實個踭，好啦，當如果你喺路面上就路面上好似揸車咁添，當如果你喺條街度。見到啲女士行路嘅時候咧，個踭歪下歪下咁嘅咧，有機會就個踭落歪咗，但我唔係太相信，因為落歪就通常就唔會買翻屋企嘅。通常買翻去嘅時候，個踭都係直不甩嘅。佢如果行路嘅時候歪下歪下，即係呢個位搖嚟搖去嘅，或者個踭向內彎或者向外彎的話咧，就係代表佢著緊嗰對鞋個中底板唔夠力。Sorry， 中底板唔夠力就會導致到對鞋咬嚟咬去。咁所以我自己好堅持一樣嘢就係話，我嘅鞋嘅中底板一定要用到頂級啦。咁頂級有好多間嘅供應商噶嘛。咁頂級嘅咧，佢就會咁厚身，而且佢意大利嘅技術咧係可以將呢個中底板，其實中底板係塊卡紙嚟嘅咋，兩塊卡紙中間雙咗一條腰貼。咁呢條腰貼係幫手定型嘅，卡紙佢哋個壓榨機咧將佢壓到好實、好實、好實。就類似，如果你感覺我咁樣講，你會明少少，就係類似而家傢俬啲借渣板，咁佢啲借渣板你都知㗎啦，好泡㗎啫嘛。咁但係咧，佢可以壓到比實木盡要再實嘅，近乎鋼板咁嘅硬度。OK， 咁就係代表意大利工藝。咁好啦，咁當然佢會引翻 Made in Italy 嘅字眼啦咁樣。咁呢啲就係硬淨嘅中底板，硬淨嘅中底板就唔會著耐咗，導致到兩隻鞋咧左右搖左右搖咁樣嘅。咁呢個就我自己對呢個高踭鞋嘅要求。好啦，另外啦，咁都係啦，用翻個防滑嘅橡膠底片啦，跟住薄咗落去咯。好啦，然後喺呢個前掌位置咧，平時我哋出邊買嘅尖頭鞋咧。通常前掌位就係呢一個位，4至5mm 嘅乳膠海綿薄咗喺呢個位噶啦 ，OK。但係我都嫌佢唔夠嘅，我都會加埋呢一個 ，OK。大概6mm 到嘅乳膠墊全墊落翻去，睇唔睇到？變咗你喺呢個位又夠軟，軟上再加軟，軟上加軟之後，後面呢度咧，通常如果出邊我以前做啦，或者出邊買噶啦，而家都會係用一個叫蛋墊，個蛋墊就咁嘅形狀嘅 ，OK。但係我就用全墊。我就用全墊喺呢一隻鞋上邊，咁想增加個中底板嘅舒服度。好啦，講咗咁耐，呢個係鞋個結構。好啦，呢個叫做鞋面，鞋面呢一隻係混種羊皮，我冇講錯，冇錯，混種羊皮。OK， 混種羊皮講過啦，佢就係山羊同埋綿羊生出嚟嗰種，佢叫混種羊啦。咁呢就混種羊皮，佢比較咩咧？有山羊嘅挺身，綿羊嘅軟身，咁所以佢叫混種羊。三唔同嘅。133嗰個系列咧就包腳嘅，波子骨包埋入去嘅 ，OK， 黃牌勸啊。咁但係呢只留意一下，中至大波子骨唔好揀 ，OK， 小波子骨 OK 嘅。先睇佢側邊先，睇唔睇到矮踭得嚟？如果做直踭的話咧，成個線條側邊個線條你會睇到嘅，得唔得？嗱，呢個會變咗呢個位好似拉長咗，點解好似拉長咗嘅？因為最簡單一樣嘢，如果酒杯踭，佢個落點位就大概喺呢個位。OK， 前少少嘅酒杯踭，因為呢度咁樣斜咗落去嘛，呢個位斜咗落去，然後落去嘛，跟住之後直踭的話咧，就會厚咗少少嗰個落地點，導致到呢個位咧就會長啲，你望落去隻鞋咧會收長啲嘅。好，再嚟睇睇個45度角，睇到未？嗱，呢隻鞋個線條開淺口嘅，跟住之後呢個位低 V cut 嘅 ，OK， 低 V cut 淺口嘅。望到啦嘛，都係嗰句高工藝做法嘅，一幅過唔斷噶啦，呢個位唔斷嘅做法。好啦，再嚟轉翻過嚟呢邊，大波子骨唔好諗呢款，諗後面嗰啲，一陣另外介紹嗰四隻款。OK， 呢個唔好諗，大波子骨點解唔好諗？一陣妹妹著咗上去，你會知噶啦。我呢個位開 deep V， 即係我哋叫low cut 嘅，
低磅啲嘅，低磅佢呢個位會露腳趾罅 ，OK， 尾趾罅同埋呢個腳趾罅會露到。另外第二呢、這個位咧，就係、是、會啱啱兜過波，如果你有波子骨的話啦，如果你有波子骨，就會啱啱兜過波子骨頂嘅。呢只鞋除咗個墊腳會舒服之外，頭先講咗啦，個墊腳雙層噶嘛，係咪？但係佢個線條比較露，即係低少少，波子骨真係唔好滯，你會揞波子骨嘅，唔舒服。但係正常冇波子骨就係小波子骨咧，著上去咧好靚嘅呢只，一陣上腳你就知啦。可能要42，唔使擔心，呢只鞋偏大咗半個 size。如果你咁巧係41.5的話咧，標準腳型咧呢只揀41就得啦，好冇嘅。好啦，轉多次個360，隻色幾靚嘅，好實㗎啦呢只色。呢隻色叫 Tiffany 色 ，OK， 望到咯喎 ，OK， 第一隻色呢、這個55mm 嘅，偏大半碼嚇，記住偏大半碼。好，第二隻色呢隻叫做淺灰色，睇到未？淺灰色，望到啦嘛？有六隻色，有六隻色 ，Carol 有六隻色，呢隻淺灰。俾個實少少嗱，依家佢反出嚟有少少紫，但係冇紫嘅呢個位度咧，淺灰色，灰嚟嘅淺灰 ，O 唔 O K？ 嗱，你睇到個呢只鞋就賣弄線條，外觀上賣弄線條，墊腳中底板咧就係、是、賣弄舒服，因為佢會比起其他我哋叫做坊間賣嘅中底鞋啦，唔係中底鞋添，尖頭鞋啦，或者歐洲鞋咧，個中底墊會厚咗一橛嘅 ，O 唔 O K？ 好，繼續芒果黃啊 ，O K？芒果黃嗱，你見到同133唔同，133大概係心口到呢個位啦，跟住直接就呢個位就收咗上去，唔會咁 deep V 嘅，包曬啲嘢入去。但係呢個咧，專登喺呢個位度開翻 low cut，OK，有133喺度比較非常好。呢只就133，睇唔睇到個側邊嘅分別？呢只係黃牌券啊，紅色呢只係黃牌券。呢只我今日做嘅盡演線條呢只 ，OK， 睇唔睇到個線條個比較？睇到啦嘛，都係外幫位嚟㗎。呢、這個包得深啲嘅，將啲波子骨啊、尾子骨全部收曬入邊。呢、這個 deep 啲嘅，睇唔睇到 ？OK， 望到啦嘛。好，繼續係蜜桃色 peach， 好靚。線條嚟講，如果以55mm 嘅高度，即係兩寸多啲啲，可以做到呢個線條 OK 嘅。我個人覺得蜜桃色。好 sharp，OK，thank you。好啦，跟住之後呢只米白色 ，OK， 睇唔睇到啊？睇到啦嘛，米白係呢個色啦，好實噶啦，米白色。好，跟住之後最後一隻淺紫色，芒果黃啊，呢、這個 OK， 嚟淺紫，淺紫呢個咧屬於粉粉地，但係又都唔算太粉嘅。你而家望到個色好實噶啦。可以叫粉紫，又可以叫淺紫 ，OK， 得唔得？靚仔嘅 ，OK， 望到曬啦嘛。咁我一陣呢只鞋留意翻啦，波子骨中至大波子骨 ，no， 跟住之後就係、是、褲腳可以嘅，咁但係就要揀翻個啱嘅 size，OK 唔 OK？ 但係就偏大咗半個 size 嘅，偏大咗半個 size， 即係話平時你揀開我36.5的話咧，呢對揀36就 OK 啦，標準腳型 ，OK 唔 OK？ 有半碼嘅，有半碼。OK， 有半碼添，哇正，有半碼更加正。OK， 得未？齊曬六隻色。